尊敬的各位同事，各位朋友，很高兴在这美好时节同大家齐聚西安，畅叙友谊，共话合作。借此机会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再次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当今世界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，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。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，我们召开中国中亚峰会，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，体现世代友好的人民期盼，必将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，并具有世界意义。